新北市议会25号开议，国民党发出假急动员令，他们很给笑，他们一开始还不承认自己有假动哦。是，我昨天在节目上，就是在三立下午 Life 的假动的节目上讨论说，我怎么看国民党有没有发假动？叶元之有没有推通告就有假动啊？叶元之推通告就表示假动，那么爱钱的都不上通告，表示假动，对不对？这么爱钱的人，你小心。没有，他礼拜三今天的下午2点也推掉了，所以叶元之推通告表示有假动。